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拍摄的视频呢是京广高铁。京广高铁啊，是我国修建的比较早的交通大动脉，它在8年前2012年就已经开通了。而京广高铁呢，甚至有一个支线，就从我拍摄的位置徐水县，现在应该叫徐水区了，就从这个位置啊分开，然后通到了天津，从而形成了宝鸡高速铁路。这就是为什么我所拍摄的位置是3座立交桥，其中2条是京广高铁，第3条就是将要离开此地的保定到天津的高速铁路。京广高铁的重要性我就不说了，它的长度在国内可以说是首屈一指，它的载客量、年运输、旅客人数也仅次于京沪高铁。我相信不少看视频的小伙伴可能都坐过这次的高铁，而它从这儿分出来的支线通往雄安新区，重要性也不言而喻。相信随着雄安新区的发展，这条支线的重要性会越来越强。好的，小伙伴，有没有？